没人比里长更了解他那里，想吃最在地的好味道，跟着里长就对了。时尚玩家全新网络计划，里长带我吃，打破你对里长的想象，带你吃遍全台大小里。每星期里长带我吃，好吃就在这里。详情请上时尚玩家官方网站或 APP。漂亮哎，天气好好。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桃园龙潭的大池，是的。刚刚制作人跟我讲，他告诉我呢，这里呢是一个晚晴高处明月的地方，大家来龙潭都会来这边走走打卡。那吃什么？我们要吃一些触及率很高的。你不要再讲触及这两个字，你知道为什么要讲触及率很高？哦，不不不，因为这边有个触及率最高的人。因为其实这一集我跟大王很轻松，就林莎讲话就好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林莎是流量密码，流量女神嘛，所以她只要介绍就一定触及率很高。我想要知道这种高触及率的食物，碰到触及率高的林莎会。会变怎么样是吗？林尚先介绍一下我们粉专嘛，帮我们介绍一下触及一下。好，我的，你说时尚玩家，你不用再介绍你自己。大家可以看我的限动，我会很常 take 他们两个，所以先追踪我就可以看到他们两个了。因为从他上市之后，我到现在掉了3000粉哦，很多，所以好不好？拜托，大家加油加油。但是这种触及率高的，你介绍当然高了。可是我有一个是我自己觉得我很有感觉的，就在龙潭有个很，因为我半客家人嘛，有个客家菜很好吃。几年前我就拍过，一直跟老板保持联络。这是我心目中一个我自己就知道，每到龙潭都会触及到我的一个餐厅。哇，所以不只是这里。还有另外一个地方是开心地。啊，不然龙潭大池是不是俩一啊？有啦。你们不要这么，你们不要这么针对这个地方。我跟你讲，我们要赶快离开这里。对，要不然一哥一直晃这个桥，一直晃，我会害怕。好了好了，我先带你去吃好吃的。很泰式的酸辣，这真的是很泰的那种，真的让我们秒想到泰国。对，好妙哦。客家家庭长大就会，它跟我们之前看到的露营车是不同类型耶，对，像饭店的样子。你为什么一直盯着我烤肉？把你烤焦了。我超会烤肉，你不要质疑我。来，先喝一杯。谢谢。我们在一个民宅里面吗？对啊，一个熟门熟路哎，对，很熟哎。而且我觉得今天天气还不错，现在打右转灯，然后不右转。哎，想干嘛？还说上一秒还说你很熟，下一秒就在找路。哎，哦，他说到了，他说到了。哎，有一家，这一整条就只有这一家。对，整条街就他一家餐厅。水电工程不是啦，的旁边，客家菜，还有一个水车。哦。对，一哥说这边他最推这家，但是我看这条街目前也只看到一家餐厅。对，是多厉害，就是我蛮喜欢。你有发现这就是一个社区吗？我相信你们家的社区附近一定有一些你自己喜欢的好吃的东西，喜欢的馆子。对对啊，这家其实几年前我来过，然后我蛮喜欢的，因为除了老板长得很像我阿公之外，是这个原因。对对，而且他们的味道跟我们家的味道非常像，因为我是半个客家人。这个烧牌很特别，它是用竹子，它是用贵族笋的那个贵族，贵族，所以它的名字就这样。对对对对，贵族笋。你好，老板你好。老板来了，好家。哦。哎，不夸张，我们刚每个人已经这第二碗了，它已经一半没了。对啊，我好喜欢啊。你们不觉得就是很家常的味道吗？嗯。跟我们之前拍的咸汤圆都有点不大一样。因为它是小颗的，你知道，然后加上它自己炒过这个料，然后这个料炒得很好吃，你就发现它那个香气是层层堆上去。对，就香菇啊、肉丝啊，对，
而且这会让我想到，因为之前住高雄，然后其实美浓也是客家处，然后我之前去美浓的朋友家，我好朋友，然后他们家都会煮这样咸汤圆，然后味道就是这样子，很简单，但是它每一个香味，像里面那个虾米啊，然后还有香菇肉的味道，全部都释放出来，然后加浓秀菜一定要再加，对，而且这家有一个大文你会很喜欢的，什么？这个猪油拌饭啊，对，我刚刚想说我们的主食嘞，对，我想说这么多下饭的，我们要去猪油拌饭吗？对，自己弄。不是，这是吃到饱，吃到饱算。不然是吃到饱吗？对。哦。我们会，你看大文一定会最喜欢。你的真的不客气，对，不客气，真的没有太客气，你看。很少看到我的饭有这么煎的。平常是这种人吗？因为他们的菜都很下饭，来，光这样单吃就很好吃。这个猪油是非常新鲜的，没有什么那种糙油。对，可是你前面这个感觉也超市先吃鸡肉好了。好，因为它这个玉米鸡丝也是他们自己，你知道客家人很厉害。你要沾什么酱？鸡酱一个给你。鸡酱，然后这个肉的湿嫩感有点太超过了吧？有。哦，很好吃。有点夸张。它其实很厚，但它煮得很嫩，我发现嫩，很好，很好吃哎，好吃哦。最主要是这个鸡，它真的是超级肥，而且煮得超刚好。对，就是少一分太深，多一分我觉得会太老，那种感觉。对，是这个，它这个烘肉比较特别的做法，它是我先炒过，对不对？对，先煎过，腌过。哇。不是这种很时髦的那一种，对，好像又回到过年的时候了。哦，我喜欢。而且它没有把它卤到那种外面有点糊糊，它还是每一个都对。它比较有嚼劲的，因为它是边炸过的那种感觉。嗯。然后把那些你看那些酱油啊、香料的味道全部都封在里面。赞。真的都很下饭哎！还有一道我一定要介绍一下，这个啊，客家小炒。这个客家小炒其实我觉得每一家客家菜或是很多人其实都会，而这个客家小炒对我来讲很重要，是因为还坊间蛮多人说我做的客家小炒蛮好吃，嗯，其实配方就是跟他学，而且会发现他没有蒜苗跟芹菜，对，这个是比较特别的客家小炒。为什么没有加那个蒜苗跟芹菜？你知道客家小炒为什么东西会越加越多吗？这其实真正的来由是因为以前客家人嘛，就是拜拜不就猪肉，对，然后鱿鱼，炒完之后加点豆干嘛，然后为什么后面会有蒜苗跟那些芹菜？是因为大媳妇煮完，翻二媳妇煮的时候，豆干跟那些东西都少了一点，被夹掉了，所以又再加了一点下去煮，又再加一点下去炒，加了芹菜，加了蒜苗。但其实他们这边比较正统做法就是只有葱跟辣椒。哦，最原始第一手的啦，第一手的客家小炒。你会觉得它这个好吃，是因为他们很在乎这个三层肉的这个猪油要煸出来，所以你知道这道菜里面其实都是猪本身释放出来油脂，然后再去炒那个鱿鱼，炒那个豆干，然后一个一个把那个味道推进去，再加上他加了一个秘方，他会用加一点香菇素泡，因为这个是我后来自己也有拍视频，然后蛮多人吃的都很喜欢，就是我自己圈内的朋友每次吃饭的时候，他们希望我做这道菜，好吃哦，好吃，真的好吃。超下饭的大文完蛋了，下一个是下一个是姜丝大肠，试试看，它就是真的很道地的那种客家味，但它大肠处理的是比较有，可以加到，来，搭配的姜丝，姜丝大肠，它虽然酸，但它的酸是非常温和的酸，它是越嚼 越香酸的那种，这就是如果你在客家家庭长大就会很喜欢。还有红糟这个我没吃过，这个是只有一般十一月到四月才会有，时间限定的。对，红糟出产的时候是不是？十一月到四月才有，因为红糟要发酵，需要发酵时。哦，你好像很白，哎，好吃。觉得与它的相遇，好吃，这样的味道，对。因为很多我们吃到红糟的味道，那个酒味都超重，对。可是这个酒味没有很重，而且它是松板猪吗？对，是松板猪哎。这个松板猪已经软到好像三三八的那个肥了。哦，那我没吃过，这好吃。哎，师傅跟我说松板猪，我不知道。对，你会以为三层肉，对不对？嗯，而且自己做的红曲很不一样，它很清香哦。对。惊人哦，这一道。
声音好看，是吧？有啊，哇！我很少吃那么多，现在。他们都知道，可能一个月看不到一次。他甚至把嗑压小草拿到他面前。对。难怪我说我吃里面的同一块。没有想要跟你们吃，因为我真的很喜欢他这一道，我很喜欢他这道。超多人，你要凶，是猫咪，就是猫咪在睡觉，它的头露出来了。这家咖啡就是有猫的名字在里面，哦，所以里面很多猫咪，有猫咪的咖啡，他说有五只，那边就是让他们在里面自由找，可以飞是不是？猫会飞是不是？这里有卖一个酷的东西，仙女棒。可以买去外面玩，它外面有个空地，然后上面可以配一点青春的阳光。这一个，那我们等一下就来配一些猫罐头。所以是这样子。客人，哎，那个是猫罐头吗？对啊，尾鱼小鱼。我以为是草莓酱。没有啊，这是给猫咪吃的，猫咪自然很爱。哇，外面的风景，很美的。很好拍，但这里视野又更好了，因为它算是在一个制高点上。哦。比较远一点，对，比较远。哇，舒雷耶！抹茶的，我很压抑，它很日式，它旁边还有繁子哦。好像是大家来这边啊都会点的一些。舒芙蕾，然后还有蛋糕哦，而且你喝的那一杯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个是竹炭拿铁哦，竹炭拿铁。对，而且一哥你的也很酷，你好像是他们当地的。对。因为刚刚他们知道我喜欢喝啤酒嘛，然后就说这家店其实有个招牌，蜂蜜啤酒跟这个啤酒，但是因为蜂蜜啤酒已经都卖完了，这剩最后两瓶，刚才被我们买光了，所以这是黑麦啤酒。我刚，但我因为我不确定，但是我看地址是这边当地生产的黑啤酒这样子，当地的。而且它这边的甜点啊，像是这个组合里面有放蛋糕，贝南雪跟马德莲，他们是全部都自己做的哦，自己手工做，全部都自己做的。我们先吃舒芙蕾吗？舒芙蕾好了，因为我看它的舒芙蕾很暖嘿，上面是抹茶酱，然后其实旁边还有那个，这是冰淇淋吗？是冰淇淋，还有红豆，很日式哎，对，看这个超可爱的哦，你是什么？杯子上面小猫咪，不是，我说你的饮料是什么？我的是。莓果的气泡饮，蛮清爽。天哪，爱猫的人来这里应该会很开心哦。你要吃马德莲？对。好，它是要沾那个吗？沾前面的那个？不是吧？因为我觉得好像不沾。不用，因为有糖粉的。嗯，好，那我要。喂。啊。贝南雪，而且我们每次都刚好吃到那种甜点是自己做的便当。真的，现在好像变得，哎，我都好期待哪一天讲说整桌都不是自己做的，因为我就会特别认真品尝，终于介绍到不是自己做的甜点了，反而这时候就觉得它好棒，没有啦，自己做的很棒，好不好？像这种又好拍又好吃，对啊，优秀的。
蛮适合三五朋友。难怪这里平日会这么多人。嗯，真的是平日，我刚吓到。因为假日就是大爆满，所以大家挑平日来。真的吓到。就是有那个追风少年的梦啦，风这么大，这么冷，就要是要骑车。对，不是，我们刚刚已经叫他上车了，有车不坐，阿姨要骑车。一天到晚问他要不要坐车，不要，他就是要这样子，像前导车一样在车子前面帮我们开。哎呦哎呦，哎，这个地方天气真的超级好的，今天龙潭的天气真的很好。是我们晚上要住宿的那个地方，听说是个秘境。不过我现在已经骑到小人国这边来了。一哥，查路嘛，我没办法查路啊。前面，不知道路就骑我们后面嘛，骑我们前面干嘛？哎，像你坐车你不坐的哦。对啊，工人是查路而已啊。你自己说要坐，真的？自己要骑机车哦。所以现在是要进乐园去玩，是不是？小人国，一哥你去看看啦。因为你那个机车比较机动性啦，这麻烦你哦，看一下是不是在前面。越吃越健康啊！谢谢，你骑车也是越骑越帅，谢谢哦。是吗？不知道，而且他整个骑到游乐园，游乐园吗？这样子是对的吗？骑到游乐园，骑进乐园了，这样对的吗？他这个时间进去还可以玩一个小时，把握时间。可以吗？他说可以啊，是吗？认真。所以我们今天要住在游乐园的里面吗？有一个那个秘密的度假庄园，是不是就是这个？太酷了吧！我们上次才住在九族的门口，现在要住在小人国里外面，然后里面。对，我们是在里面。小人国，因为一哥说在这里，他说 OK， 往前。我看得懂他的手语，我越懂他了。哦，到了，对，对，庄园，很美的哎。到了。好，走，下车。下车。下车。对，到了。的轰浪，度假庄园好像就一定得要有这个车。对，你说我们现在要去哪边？我刚听你好像讲过，先去三人专区。我们这个区域的话，我们有三台车可以让人家提供一个包区的服务啦。所以那个区只会有我们。对，它是一个独立的区域。好可爱哦！我们这个场地它是一个合法的一个露营区哦 ，OK， 而且很新，对，去年六月才开的，对，去六月我们才非常的新。一区这里吗？到另外一边，这一区的话就是我们这个三台车的那个专区。那这个区域，这个区域的话就是说只有指定这个区域的人，包场的人他才可以过来区域使用。对，那最多容纳可以容纳大概二十几个人。可以容纳二十几个人。这台四人房，这两人房。好，那旁边的车子的客人都可以一起过来这边用餐。可以看一下吗？可以啊，来看一下。它跟我们之前看到的露营车是不同类型哎，对，像饭店，对，像饭店的样子，简约风的这种感觉。都木头的。天窗吗？星星的，可以看星星，看到月亮了，感觉可以爬上去。好可爱哦！哎，这小朋友，哥，你可以带你小朋友来。对啊，因为我们就可以在这边玩，其实蛮安全。而且其实一家四口其实睡这样是 OK 的。小朋友睡沙发吗？我睡，但是爸爸睡沙发，小朋友睡床。捡到石头布啦！所以他的卫浴是外面的，来看一下，独立的，外面也有，里面也有，对不对？是马桶，对。
哎，这真的很赞哎！两人房就这么两大两小，我觉得 OK。但是它其实也有四人房，但是风格都是这样子，还是有不同风格。我们有不同的风格的装潢，那这个来看一下。那像这个部分的话，因为我们如果说有爸爸妈妈带小朋友来的话，它这个沙发床是可以整个把它摊下来，所以这边也算是一个床。对，它这个的尺寸就是我们一般家里标准双人房的尺寸，所以它不会说睡起来不舒服。对，那我们想要看看另外的四人房。这里真的新到木头都是刚装好的味道，超新。哎，这个是四人房哦，然后是有多一个上下铺，不是沙发，而是上下铺。这个更适合我们家。对啊，这小朋友就可以直接睡这里。这个上下铺的尺寸哈，它是90×2米啊。所以说它的大人来睡的话，它也是非常的舒适。然后我们这个是独立桶的，立弹簧独立桶，好睡好睡。这个应该全省只有我们在使用这种床垫。哎呦，包含你们主卧的这张床有没有？主卧这个床的话都是那个顶级饭店专用床。饭店等级的，它是那个床的世界顶级饭店。不是说睡着了，怎么又起来了？不是又听到顶级饭店？你坐，等一下。很舒服，这是超不像露营的。你知道你的任务来了，我们可以休息了。高处吉利靠你自己介绍。没有，我们的任务就是要睡觉。你可以靠交给你介绍了。而且他们的设计都有天窗的，对，很舒服哎，真的。真的很漂亮，真的，我好喜欢哦！我刚刚已经揪好多人了，大家都在外面开始吃火锅，很有 feel 哎。对，而且我们刚刚在房间里休息的时候，就觉得真的是很棒，很像在自己家里。而且那个电视好大哦，好赞好赞，好妙哦！它会有一种鲜甜的感觉，吃完之后完全让你整个嘴巴那种口齿流畅。暧昧是酸甜 ，WL 咖啡陪你品尝爱情滋味，限量贩售中。哇，那个叫什么锅？好适合荷兰锅，荷兰锅。荷兰锅，就是它煮汤很方便，保温可以炸东西。它那个猪肉是温体猪哦，每天早上对要烤的黑毛猪哦。黑毛猪赞赞赞！每天早上去市场，马上先拍给我朋友他们看。真的，而且这老板超有品味的。哎，你们那个我看房间的杯子还是 Snowpeak 的，没错，那很酷哎，那是很高级的露营品牌。之前我去露营用什么东西，就整个把它呈现在。所以你是因为很喜欢露营吗？非常喜欢露营这个，对，没错。那我希望以后有什么 LV 的家具啊，还有，那可能要各位多多支持。这个营区真的帅，很棒，又烤肉又火锅。就是我刚超级喜欢尤总那句话，他自己用什么就给客人用什么，这个很帅，这完全就是没有成本在考量的，还是有的。没有，我的意思是，他给的东西是好东西。你看这个猪肉，每天这个黑毛猪，然后活体温体的，温体直送。哎，这有够新鲜的哦！这个还不是直送哎，他们还不帮忙送哎，要自己带，对，还要自己去拿。真的？天哪，哪一家这么大牌啊？而且你看这个猪肉都这么厚切，有没有？对，这个不是用机器切的，完全是手切的。手切的，完全手大块哦。这汤头我们是用很多蔬菜跟豚骨下去熬的。那我有喝了吗？你喝了。很少有露营区可以用到说在汤头方面下这个豚骨了，它会用粉啊，或者什么。调粉的很好，反正在我们营区里面不会看到任何就是不健康的东西。我觉得很夸张哎！我刚刚想说火锅，我要跟他要个王子面，他跟我说他觉得对他来讲那个比较那个，直接一秒内拒，他不给。而且这些居然都是包含在我们刚刚房间里面的一博二饮。对，这个晚餐是不是现在晚餐？没错，目前方案都是送早餐跟晚餐。你为什么一直盯着我烤肉？你是觉得我不会烤肉？怕你烤焦了？不会，我超会烤肉，你不要质疑我。一哥专心，一哥好吃。还没，因为这肉真的太厚了。
哎，我已经剪很小块了，你看它这个肉。这样咬下去才有口感。圣诞节的时候我是超乖的，对，而且我们刚刚沿路一走来，它好像就是刚好这时间，就是所有的餐点都放好了，集合放饭的感觉。每个人的那个车子外面都是这样一组，然后看起来就会好放，有种万家灯火的感觉。没错，而且你就不用想说，哎，去露营会吃不饱，然后自己带食材之类。哦，谢谢谢谢。好的，可以。又用看，又用看，来这个。谢谢。有种来吃一块，来来来，我包个生菜。我是很尊敬，因为他姓尤，然后是总叫尤总，不是呛下那个尤总来吃一块。因为接着他刚刚讲完那个话，我觉得不是这个意思。是哦，因为尤总才敢开这个，没总就不敢开这个。真尤总，很甜呐、啊，这个我在烤就觉得好香哦。它油是甜的，好香、哦，保证不会有腥味。你们会发现，我们因为包了这一个小区，所以其实还蛮安静，就是我们自己的声音。对，就很适合，就考虑到私密的客人喜欢想要吃一点，自己的聚会。这一区也是我们最受欢迎的一区了。哎，而且这里离台北不会很远。超近的、啊，对不对？所以骑车也不过就一个小时而已，五分钟车程就。如果想要露营的话，就可以来这边，我觉得好棒。平常也是都客人自己烤吗？都客人自己烤。他这么会烤，来来来，你捏起一炉，我们来比赛一下。没有没有没有，开玩笑。我们两个可以当评审哦。对，我们来当评审。来来来来来来，先喝一杯。第一班长的啤酒，这是我最喜欢的啤酒。所有认识我都知道，这是我最喜欢的。对，原装的。我们现在已经到第一家店了，对，到第一家店了。但是一哥呢？他还没到。是他为什么就不肯跟我们一起坐同一台车？我们可以一起到嘛？啊，到了就可以一起去吃嘛。我们早餐没吃，那就是因为他决定要骑车，所以他就是得对他的车子负责。他其实跟我们同时出发，但我们要稍等他一下。而且你记不记得他昨天说他比我们早到？他说骑机车比较快，骑机车比较快。我们来看看他会多久呢？现在时间是39分。终于出现！他到了，他到了，对，他到了，来迎接一下他。好屌哦！一哥，你跑去哪里玩了？我没有去玩，我在跟那个上一个园区的人拍照，拍拍照。没有，我们是一起出发的吗？有看到你。后来叫了太多人来拍照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对对对，很饿，很饿啦，我也想吃东西了。对。走。你们应该喜欢吧？我们不知道那家是什么，它是老店。我跟你讲，在这一区，很有名的一家卖牛肉的店。它写牛肉之家，哎，感觉应该是有很多。看起来蛮厉害的，天老板。而且它有一个密码，它敢开在交流道旁边。而且我觉得它停车场很大，对。但它店很大。来，吃饭喽。超强的。好多钱来。哇，等一下，这面墙。牛筋跟牛奶牛腱牛腱一家
牛肉料理好不好吃，其实这三样东西很重要，对啊，对不对？看鸭的牛筋，好吃，牛筋好吃吗？好吃，非常入味，哎，口感都煮得刚刚好，这个筋很烂，但这个不会，好吃，最好吃。它那个煮过之后拌的那个，有点发酵的那种香气，然后那个红油，我觉得这个红油蛮厉害，妈妈香香，妈妈香香辣辣，很醒哎。然后重点是这三个食材，其实你单如果不用没有卤很久的话，其实是很难入味，但其实它味道是很够，我觉得好吃。牛筋吃完之后，完全让你整个嘴巴有那种口齿流汗的感觉。对，就口感很好，不会说太软，也不会说硬到咬不动。对，而且你咬完之后，嘴巴还有一点黏糊糊的感觉。对，嗯，牛筋好吃哦，好吃，对不对？这道有什么？这个呢是炒那个心管，然后各式各样牛杂，中炒肚，对，哦，也是三样炒在一起。热炒类的，你说这边？但是我刚看它有配那个豆子，好像是我们昨天吃的姜丝炒大肠的那种炒。黄豆酱。黄豆酱，就是酱。对。然后加一点豆芽，而且是有点酸酸的，酸酸的感觉。这是新款，对不对？对。对。处理的蛮好的耶，而且这道菜有点冒险，因为它这些食材都必须要味道重一点才加的，内脏类的东西。对，可是它处理的蛮好，就是刚刚讲的干净之外，炒这个姜丝其实味道是很好的，酸酸的，酸酸的，然后配上那个豆浆，这个其实够味，可以一直吃。对，看起来很不入味，但是其实也是蛮入味的，奇妙，对啊。而且火锅也开始滚了，让大家看一下，这火锅是这边的牛肉。对，然后它有超多的牛肉，我们就喜欢吃小锅的半牛半猪，对，需要咬一下吗？我觉得好了。旁边变很多蔬菜，而且这锅啊，但是它其实是一半是炸，一半是油炸，它有做清炖或者是红烧，然后我们先选红烧，因为红烧是这里最受欢迎的。可以选清炖，没错。火锅里面也超级超级料理，哎，这蛮猛的。对，它要稍微炖一下。但我觉得要点火锅，虽然说汤底一样，可是因为这多了很多蔬菜、番茄，跟那些火锅料的东西出来之后，那味道跟牛肉跟刚牛肉面完全不一样。因为这个味道比较红烧，就是酱味比较重，而这个是对对对，那蔬果味比较重。这个真的要点，这个我觉得不错。它还有蛮有特色的，帮你们包好。你记得这样，还有像苍蝇头的感觉，哦，有点这种。对，然后把它放到他给的这个饼皮里面。哦，这样子，好，可以咬。它是有点像烙饼的那种感觉，口袋。它就是牛肉版的苍蝇头，所以味道也是苍蝇头，很像，因为也是豆子。里面小小一块的这个，这个是苹果哎，有啊，哦，苹果，对，它会有一种鲜甜的感觉，然后好妙哦，它口感其实有一点点麻麻的，可是刚吃的时候会觉得是甜的，麻麻甜甜这样子。我觉得那种苹果好好吃，好聪明，对啊，都脆脆的，嗯，这可以点啊。然后它这边除了是牛肉馆之外，东坡肉也是用。哦，好大片哦！把它切一下。对。哎，这种会化开的。对，会化开的。入口即化。还有嘞，还有鱼嘞。鲈鱼。这是他们这边的那个炸鱼。香根酱，不敢吃香菜的不要点这道，但敢吃的不错。我刚刚只有多吃一点点。真的吗？看不出来。这里，藏在这里，偷挖了一点。你们吃看看，我觉得它蛮好吃的，好吃耶！我觉得这里好，酸酸甜甜的，可是它没有那种糖醋的那种那么酱的感觉。因为你会看到它表皮其实是炸的超级熟，对，很熟，而里面肉很细。对，可是你不会觉得它吃一个很碎的皮的那种感觉。对，里面肉很细。现在就来坐这里，我陪你看路。嘿，因为
每次一哥都说我们在车上怎么样不导航，不导航没有，所以我现在就是好好的来导航一下我们等一下要去的地方。好，快要到了。好好导对，话说，一哥没看到人，他不是平常都骑我们前面吗？对啊，我们的前导车怎么可以没有在前面？没有啊，我们的交通安全谁来负责呢？干嘛？你是什么？我刚刚想说，我一定不会吓到，但是这个时间点抓的真的蛮好的。等等，我想问一下，为什么不骑车啦？这一段？因为有点好像要下雨了，没带雨衣。原来是因为天气的问题。我们要去吃，听说是因为这一集是触及率高的美食，所以我们这一家不能错过的是，它是一个触及率很高。因为我刚在查路，你知道我一查，我跟你讲，我听到四面八方是有网路分布里面，这一家店居然在发光。没错，而且它评分很高，在发光，因为它那个交叉点太多了，很多店都有介绍。对，然后等一下，好像它前面蛮多人的那一家店。他说原大桥下，大桥下是。桥下美食，桥下美食，桥下美食好像都蛮厉害的。来来来，这是包菜锅，很泰式的酸辣哎。对，这真的是很泰的那种，是爽爽辣哦。对，真的让我们秒想到泰国。对。我看到金钟亮哥，我想到这后台发现他好多人，现在多人，好多人哦，千里呢。哎，这是你的车吗？对，怎么会在这？要躲雨啊！要躲雨。谁骑来的？要躲雨，我骑来躲雨的。你没骑，然后突然车子出现在这里。还有饮料，还我喝过的。为什么？专心露营的。你好，好大片哦！而且我刚刚看到很多人，他其实是点了之后在旁边等，在旁边等待。还有那个宅配也有人订，因为刚刚有宅配收了一大箱。哦，冷冻的人又在卖。它一份是一张吗？一张是四份。一张是四份哦，四份是一张。我想要加蛋。要啊，他问我们要吃吗？那我们来这里干嘛？来看一下签名啊。怎么会？我们要吃，我们要吃。我要加蛋加辣，谢谢。那一哥。我要吃韭菜了。哦，那我要加。胡椒粉，谢谢谢谢。超烫的，超烫，我蛮喜欢的，好酥哦，好酥哦，而且不油，哦，很不油。加起锅可是不油哎，而且我们讲话都奇怪，因为很烫。对，没关系了。煎到有点像蒜油炸的感觉，对，然后炸起来，然后里面的那个 QQ 的感觉还在，咬劲。我很喜欢它有点厚度的意感，对，吃起来很有筋性。而且它这样折起来吃是有点千层的感觉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这样吃起来有点千层的感觉。我要吃我的韭菜。韭菜好。哎，你们有点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我看你吃。看一下。也是很大的，很大的。新鲜，然后什么都没加，咸度刚刚好，好吃，好新鲜哦，谢谢啊，嗯，它的热度是暖暖包的十倍，超烫，超级烫，是，很烫，好烫冒烟，好新鲜哦，现在就是要吃这个，对不对？对，就是要这种暖乎乎。我更明白为什么刚刚很多人像得来速一样，他们骑车来，然后先报说他们要什么，然后。而且老板一直催我们赶快录影，因为他在赶订单。对，他家有一张太多订单了。哎，这个好吃哦。这两个都要点的。对，我也觉得。没有谁可以跟哥哥舍啊。这个韭菜好香哦。很新鲜，咸度也刚好。然后没有那种韭菜的冲味。不会烫。很烫哎。我超烫的。而且它的皮也很好吃，是不是那种油或者是很难咬开的那一种？而且它里面我发现。或者是其他的调料，就是很简单的、很简单的那个韭菜味道。对，然后外面没有加油膏什么的，但是味道也很够。这个蛮厉害的，蛮厉害，蛮厉害的。对，爱吃韭菜的点起来。
哎，这两家店我觉得你会喜欢的。这么漂亮。哦，我跟你讲，我上次太突然了，刚刚在录影，我看你今天亮了。我想说，我才发现它好多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想说，他就说，哎，你知道我刚刚在干嘛吗？我刚刚在跟我桃园的朋友说，我今天来吃这一家了，因为上次我们经过的时候，我们本来是要去吃米干，然后结果经过这一家的时候，就发现这里人很多，我就想说是什么，我们就看一下，结果因为定位定不进去，然后我刚刚就拍照，然后跟我朋友说，哎，我今天来吃哦，哈哈。所以这是林莎进不来的店，对，进不来，即使触及率再高也进不来，而且它旁边那一家其实是蛮有名的，我有喝过隔壁的泰奶。这一区是有名的泰国网美店，这样子，它新开了一家在旁边，哦，很漂亮。但这个有没有感觉很像清迈的那种？有，很像我们之前在泰国就是网美的那种。而且其实你讲对一半，就是说，因为老板他其实是老板娘是清迈的，哦，是的，难怪我觉得这里的那种植物的氛围，然后整个感觉很像。而且他也是时尚玩家的粉丝，尤其我们这边的，因为我刚一来的时候他就说。压力超大，你们刚从泰国回来，然后我是清迈人，怎么样？哎，那这样真的会很道地耶，真的太漂亮了。对啊，我觉得超好拍，每个角落都要给它拍。什么？幺幺手机也能抽奖？什么？吃喝玩乐多抵加？没错没错，下载时尚玩家 app， 不管吃的喝的玩的，所有好康资讯通通整理给你。现在还有独家优惠卡，让你走到哪里优惠到哪里，还能随时随地收看节目，随时重温。太漂亮了！对啊，我觉得超好拍，每个角落都要给它拍透透。你看这里这个位置有没有？哎，都是摄影器材，摄影器材，叫我们好吗？哎，不是这个，就是来拍照的。这个地方这么好拍到，它堆满了摄影器材，我们要怎么拍？还有脚架。对。像的啊，真的蛮像的。其实隔壁的餐厅是之前就开的，哦对，然后这家是新开的。隔壁的餐呢，其实是可以叫过来吃的，所以因为之前林莎就喝过隔壁的泰奶，很好喝，我就叫过来。然后还有香蕉煎饼啊，对，还有那个椰子，都是隔壁的，对，是隔壁的，是不是模型啦？它已经放了一个小时都没融化哎，没有啦，它是冰的，它是椰子。哦，对，这个很像我们那个时候去泰国，我们在有吃椰子，椰子冰就是这样都有。而且可以真吃一下，因为老板娘是清迈的华侨。嗯，很方便的，他可以就坐在这边，然后就把东西叫来吃。对，一次吧，是真的很泰国的味道。很泰国的味道。一个，你对这个是不是有点印象？我们那个时候在夜市，鲑鱼的那个凉拌，生腌的那种感觉。但它是做的比较像凉拌海鲜的感觉。像个沙拉，因为它下面还有木瓜丝。对，是不是？凉拌海鲜，但是有生的鲑鱼是吗？对。对。哦。是这样看，还有。这个气氛，你真的想到，我们居然在中正新村。中正新村里面，中正新村就是那个眷村文化气息很重的。这个好像是新菜，对不对？凉拌鲑鱼是新菜，对不对？因为我看到它是放在另外的菜单上面。这个酸辣度很泰式的酸辣，哎，对，这真的是很泰的那种，因为通常台湾的泰式料理是会经过改良，没错，他会给你客客气气的辣，对，它真的有辣。有，而且酸度也够，真的，是爽爽辣哦。这时候你就可以赶快吃这个啦，肉。对啊，串烧解一下辣。来，会不会那个酱汁很辣？不敢讲，不敢讲，因为它红色的酱汁，我相信它里面有一些。它有特别选它的肉类的话都是红肉都是配这个红色的酱，然后白肉的话就是配那个绿色，就像红酒白酒的那个概念一样，真的蛮泰国，因为它也是属于入味比较重。有，但是真的没有到很辣，很残忍的辣。这个反而比较辣，对，我觉得这个反而凉拌真的比较辣。它这个凉拌很开胃，我觉得夏天来很棒，超好吃。我来跟大家说这个吃法。首先先把鱼的门打开，鱼的门打开之后呢，加一点鱼，加一点这个米线，然后包在菜里面吗？等一下，哦，我先吃一看。好。真的超搭，因为它味道很重，酸酸辣辣的。
我觉得加点那个粉丝也可以。冬粉。真的很搭哎。这个酱汁我喜欢。这个蛋米酱好吃。清爽。它没那么辣，它鱼露味比较重，它是属于比较咸口一点。很好吃啊，我喜欢这个。这是甜的，这是甜的，甜的。吃看，玉米凉拌玉米，它是凉拌的，蛮热门的一道菜，甜甜的。这小朋友会喜欢哎。没有。烧烤这个炒板桌子。哦，这肉也有腌过，对不对？就腌过，有点像甜甜的一些特别的香料，要不要来看？没有，我看到老朋友了。火山排骨。大家还记得我们那个时候在夜市里面吃了像山一样高的火山排骨？我更记得林莎在那边吃了在游街示众的部分。对，真的让我们秒想到排骨。对，但是我突然又想到那份真的很辣，我会不会被它辣死？但是我觉得这个好看起来，我看它上面铺了这个辣椒的量。应该还好，那我也是胆战心惊，但真的很好吃。我们那时候吃咬下去都是这个肉汁 ，Oh my god！ 哎呀，它很漂亮哎，它很漂亮吗？太漂亮了，它是排骨界的美少女。哇，我没有超嫩的，好软，好嫩哦。火山排骨啊。不大一样，对，它比较温，不大一样，嗯，这个排骨的肉好嘛，因为这个比较算是那个啦，猪肋排的那种排骨，不像泰国那种是猪背脊的那种大骨，那骨头比较多。我比较喜欢这种。毕哥，我话做的太早了，还是会辣。后劲很强啊！最近解封之后，看到超级多人不是往日本跑，去玩泰国，对啊，然后看到他们疯狂发泰国的景点跟美食。没有，这个我们讲触及率其实。泰国菜其实也是我们大家常会搜寻到的，没错，因为就是突然间很想吃点酸酸辣辣的东西，就会想到泰国菜。对，如果来桃园中正新村这边的话，我觉得其实好可以来这里。而且我觉得蛮道地的哦，因为其实通常我会比较对网美店会比较怕一点，因为这个太漂亮，然后就觉得可能会餐点没那么要求，可是其实真的是现在有很多餐厅不但弄得漂亮，餐点也很优秀。对对对对对。我不是因为老板娘站在我面前盯着我，我这样子，还蛮到底，真的蛮到底。很好拍啦，真的拿摄影器材，赶快去搜一搜，我们等那位。